二牛，嗯，我跟你说个正经的，你现在当兵出息了，以后会不会有啥别的想法？啥想法？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呀。不是跟你说这个，你笨死了。那你说啥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以后会不会？后啥？不要我了，看上别的小女兵了。小文，你过来。你看着，你想啥呢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我总是提心吊胆的嘛。你提心吊胆啥嘛？哎，俺是李二牛，俺是你的李二牛，俺以前是你的李二牛，俺现在还是你的李二牛啊。可是你现在是解放军了呀。就因为俺是解放军，俺穿这身衣服，俺怎么能干那种事情呢？翠芬，你听俺说，你过来，你不能有这种想法。俺就想着，等哪天回来以后，能把你娶过门，是不是？俺心里面就想着你呢，俺就想着有一天，俺能娶你。切，谁让你娶啊？我还不一定嫁呢。你说啥？我还不嫁呢。你不嫁给我，嫁给谁？过来。别跑，往外跑，过来。二牛，你这辈子最想娶的人是谁？俺这辈子最想娶的就是……你不说话是不是不想娶我？二牛，啊！是你，还是你？他们是战友。那他们怎么？一帮野人，没啥素质。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不如……蹲麻了，他俩还在那立正呢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这俩也太不给力了吧！着什么急呀？这不已经烧戏了吗？心急看不了别人吃热豆腐。我的个娘哎！这分解动作得做到什么时候啊？想过我会来吗？有想。想过我来干什么？给我答案呗！我想来揍你！走，到了，走！动了！看不见了！换角度！太浪漫了，太奔放了！什么情况啊？哪搞的？